解答网络热门宠物视频。高加索，高加索牧羊犬听起来普普通通，看上去又蠢又胖，好像没什么用，但它号称犬中之王，出了名的凶狠残暴，无所畏惧，无论对方是狼是熊它都不带怕的，可谓是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你过来啊。问题一，高加索的发展史。高加索是非常古老的犬种之一，起码有2000多年历史了。至于它的血统，众说纷纭。唯一能确定的是，它和中亚牧羊犬是亲戚，所以它在高加索山脉也是祖传保护羊群的。作为高加索山脉的扛把子，由它保护的羊群几乎没有受到过野狼侵袭。讲道理，它应该叫高加索护羊犬。直到20世纪初，苏联人觉得高加索样貌体型都够唬人，就用它去看守监狱，效果特别好，犯人们都老老实实的。于是，一战结束后，苏联人开始人为选育高加索犬，越来越喜欢，根本不舍得传到国外去。后来被德国人偷去当军犬，巡视柏林墙，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，高加索才辗转被带到了漂亮国，并成立了高加索俱乐部。虽然不太受漂亮国人待见，但好歹有了名分，慢慢的被世界所熟知。问题二，高加索的实力有多强？国外有个高加索和包括护卫犬三剑客在内的10大恶犬咬合力的对比实验，他们的咬合力连高加索的一半都不到，只有藏獒的咬合力与高加索差不多，但是拼耐力和爆发力，藏獒完败。如果藏獒的战斗力在6000，高加索的战斗力起码10000以上，所以犬中之王的称号确实不是浪得虚名。对于高加索，我就说一句 respect。 问题三，养高加索当护卫犬怎么样？以高加索的战斗力，就算是护卫犬三剑客一起上，最多也只能打个平手。在高加索眼里，他们都是弟弟，加上高加索世世代代都是干保镖出身的，所以不用怀疑，他绝对是1等1的护卫犬。拉他出去，你对谁喊你瞅啥都没人敢回嘴，气质这块拿捏得死死的。而且欧美国家很多人也确实用高加索当护卫犬，但是我们是在中国，这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，没有之一。养高加索防身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？我牵着金毛走在路上都能吓到不少人啊！当然了，我可不是在推荐大家养金毛啊，金毛有什么好养的？指令一教就会，知道拆家不对。养起来毫不费劲，一点成就感都没有，所以你懂了吗？懂了，对吧？总结，高加索虽然对主人忠诚温顺，也懂得听主人命令，不主动攻击人，但他吃得多拉得多，养他带出去遛，别的铲屎官带个铲屎夹就行了，你得带个铁锹。而且爆表的攻击力注定他不能成为家养宠物犬，不过他却很适合开厂房的人饲养，作为护卫犬天花板，看家护院还不是轻轻松松，稍加训练当个保安队长也不在话下。下期视频抽签抽到了苏格兰梗和腊肠，至于说谁大家投票吧，我一次性装了20只签进去，你们要的最多的犬种基本都在里面了。我是 PD 新爹，有问题评论区艾特我 ，respect。